释怀了，就让已经拖拖拉拉已经好几年了，真的好几年了，五六年了，不怕你们笑话哈，哥姐们，不怕你们笑话，姐姐们，已经五六年了，所以说，就算他在外面成家了也好，还或者怎样也好，只要给我一句话，让我们娘仨彻底给死了这条心，只有死心了，我们才能重生，才能开始新的生活，不要拉拉扯扯的了，已经拉扯好几年了，有啥话的话咱们就讲清楚，都是成年人了，我也是成年人了，虽然说我是你女儿了，但是我今年也不小了，不要老是当着小孩小啊，就是往后拖呀，就怎么回事。爸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直播，我今年22岁了，我弟今年20了，你不回来，家里的人没有人跟我说媒，也没有人跟我弟去说媒，也理解嘛，谁会把这样的家庭介绍的，对不对？我也理解。你们想看看我妈吗？我不撒谎，我爸妈带过来，但是我妈很内向，她怕镜头，她怕镜头。对，直播间里要是如果说有喜欢我妈的话，想当我爸爸的，我很欢迎，我很欢迎。只要你们俩到时候你要是跟我妈在一起的话，我不会让你们给我掏一分的陪送钱，不会的，我也知道你挣钱不容易，只要你跟我妈你俩能够过好，我不要你们的钱，我知道你们肯定想，不拿钱的话总觉得也算半个女儿了，对不？肯定会陪送个1-2万，不要一毛都不要你的，你要是跟我妈在一起，只要对我妈好，我也会对你好的。有些人说，要是后爸后妈就不疼爱了，不会，后爸的话，只要你对我妈好，我就会疼你，把你当成亲生的爸爸一样。我要是对你不好的话，那就是给我妈找气受。我这些理儿我都懂，我都懂。所以说，你们姐姐们，你直播间里有没有姐姐们？你们知道吗？就是一个女孩，一个女人带两个孩子是特别难的，家里没有顶梁柱是挺难的，看个病都没有人去照应。所以说我也不要求我妈找个很好的，我就要求她生病的时候有人搀她一把。我跟我弟不在身边的时候，我妈就是家里电表坏了的话，我妈电嘛不敢搬，男人嘛一般都对电都对这些什么呀比较她知道。所以说家常小事的话帮一下就好了，没事，我过得很幸福。我现在虽然说没我爸了，就是怎么说呢，我爸不在我们身边，但是这几年也都过来了，主要是年龄大了嘛，我也是成年人了，我也爸也是成年人了，我想面对面的跟他去讲讲这几年来的我的心酸的一件事吧。对，我把我妈带过来了，我妈在旁边，你们想不想看呀？你们想看我妈吗？你们要是想看我妈的话，至少要耽误你们2-3分钟，可以吗？我妈在山脚那边歇着呢。对，你们要等吗？你们要等的话，公屏上打个等吧。你们肯定就是讲半天了也不见我妈，对不对？你们想看吗？想看我妈吗？想看的话打个响，我不怕你们笑话。就算我妈以后就是找了的话，领到家里都没事儿，因为家里要是干农活的话。我妈肯定就是说不领到家里面，只要你能，我觉得实惠比体面来的更重要，我觉得更重要，你们觉得呢？就是家里的东西呀、要收的话，我妈扛麻袋比较累，就算我妈找的话，我就让直播间里的人哥姐们都知道，我让我村里面的人也都知道，对不对？我妈要如果说就领着一个男人回老家呀，邻居肯定会说的，我不会那样想，找都找了我还怕什么，对不对？你找就是你到我家里的话，帮我开2袋小麦啊，就是干点农活呀，我觉得挺实惠的，实惠比对于我来说，实惠比体面更重要。对，你们想看看我妈吗？想看的话要等我2分钟好不好？要等我2分钟，我在山那头喊一喊哈，你们要等我2分钟，耽误你们2分钟哈。妈，我嗓门可大了，别看我瘦，我喊一下哈，妈，妈，啊，听见了，找我摆手的，过来，要等我2分钟，我的天哪，直播间里1.8千人了吗？我
屏幕看不清楚，屏幕很黑呀、啊，太阳直接照过来的，屏幕很黑，这边太阳还是很大。所以说我这边有多少人，你们打在公屏上好不好？打在公屏上，要是人多的话，我抹个嘴吧，因为啥？因为我皮肤黑嘛，你们也看了，我不开美颜，皮肤也长得黑。我要是不涂点口红的话，不怕你们笑话姐姐们。我嘴唇都是黑的，我嘴唇都是黑色的。我涂个口红吧，直播间那么多人，我想截个屏，等到我妈过来的话，我让她看一下。就算没我爸，我依旧就是很厉害。你们等我一分钟哈，我妈就过来了。我现在就是涂个口红，直播间一点多人，一万多人吗？哇，我的亲娘嘞，我这个老祖爷，两万人了，不可能吧？是两万人吗？哥哥姐姐们，你们喜欢小昭的话，两万一了。你们等我一分钟哈，我想打扮的美一点，因为直播间这么多人，我怕我没有登不上台面，登不上台面。你们给我等我一分钟，我化个妆，就涂个口红，因为我嘴像那个黑皮蛋一样，就特别黑，皮肤黑，嘴唇都是黑色的。直播间里这么多人，早知道我就打扮一下了哈，我涂一涂。我截个屏，我截个屏。哦，直播间2.几万人了。对，喜欢小昭的哥姐们，给小昭也点个免费的关注。我来自河南，今年22岁，很开心有这么多人关注我，喜欢昭昭话，不要给我送大礼物。我也不怎么打 PK。对，我就是卖点农产品的，姐姐们也可以给我点点关注，有需要的话，对。不要给我送大礼物哈，现在点赞，帮小昭点点免费的赞就可以了，点免费的赞就可以了。新疆，我看能不能冲个新疆前3名。我妈过来了，我妈过来了，妈，你猜我这边多少人了？我妈不知道，我妈不知道。我妈首先我要跟直播间里的姐姐们说，我妈可能就是长得就是没有你们好看，我妈就是有点胖，这两年吃激素药吃的有点胖，我妈到现在还吃中药呢，因为她去年还在干农活，今年就是这个胳膊特别痛，好像是风湿，是风湿。然后呢，我们不在家，又药钱又贵嘛，她又不舍得吃药，就病情一直拖着，然后越来越严重了，就是快变形的那种类风湿啊，就很严重。所以说我不怕跟你们说，要是有合适的话，我就给我妈找一个。你们会不会觉得我很坏呀、啊？自己家还没散呢，就要从着就是教唆我妈再给自己找个后爸。所以说现在吃药缓解很多了，因为今年我把我妈带在身边了。我妈好看吗？我让你们看看，我妈比较内向。直播间2万多人了，你快来吧，耽误哥姐们好长时间了。好呀，大家好啊。这是我妈，怎么样？我们娘俩像不像？我妈胖，对，我妈没有直播间里的姐姐们好看。我妈今年39岁，生我的时候才15、16岁，不对，没有这么小，好像是16、17岁，特别小。然后呢，我说句实话呀，我把我妈当成女儿了。我妈前两年，就是别人给我妈相了个亲，我都过去了。然后那个男方说我了，他说他给我妈发私信，谢谢武尚哥，咱们给榜一哈点一点。他说你相亲怎么把女儿还带过来了？但是你们要喜欢我妈的话，你们要是约会的话，哥哥们，我要在旁边。为啥？因为我妈没有什么心眼，对她好的话，我给我妈把关，你们愿意吗？对，哪怕你们就是直播间有些哥哥是歪瓜裂枣型的，就这样捋快，嘴歪一点，斜到也没事。为啥？我总相信一句话，就你们就像甘蔗一样，这头不甜，那头甜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是这样的话，那你肯定是很善良的一个人。所以说呢，人没有十全十美的，十全十美的人在电视剧里边，所以说都是平凡人，对不对？
甘蔗你这头不甜，你这头肯定是甜的，所以说有合适的话我会给我妈去找一个的，带回家也没事儿，就算村里面的人说也没事儿，但是带回去能帮我家干农活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对我来说实惠比体面更重要。对，这是我妈。喜欢我的话给我点个关注哈，点个免费的关注给小昭。我妈肯定像不太会说话，不太会说话。我们娘俩像不像呀？你跟直播间里打个招呼吧。你猜直播间多少人？我妈不识字儿，但是我比我妈好很多。我妈，我跟你们讲吧，我妈是小学一年级毕业，我是初中毕业。啊，我是初中毕业，我是在新疆，所以说天这么亮。我跟我妈来新疆已经十几天了，跟我爸的面儿都没见上。哎呀，找不到就打弄死来嘛。就打那十来吧，没有他咱过得不是挺好的吗？对不对？我感觉过得比他要好嘞。人要死要见人，活要见尸。如果说怎么说呢？不管他是，我也不知道他具体在外面是为了挣钱也好，还是为了外面有家了也好。如果说他要是在外面为了挣钱躲债不回家的话，那他也是错的。第一点，他不是对不起我跟我弟，他第一点对不起我妈，所以说我有权利五年没回家了，我妈有权利在外面找，我支持。就打那死嘞。所以说我支持我妈在外面去找。你们不要笑话我，有合适的话我给我妈找，你们会不会骂我啊？姐姐们，你们觉得我坏不坏啊？因为姐姐们直播间里有姐姐的扣个一，因为一个女人带俩孩子是特别难的。已经十几，就是五年没回家了。直播间有姐姐吗？有的话，直播间里扣个一，好不好？我想看看有多少姐姐们能够知道小昭的心声。对，没有男人怎么说呢？什么都靠女人，其实挺累的。我挺累的，我们全家都挺累的。要是有男人的话，不要求大富大贵，只要求我妈生病的时候，她生病的话你照顾她，你生病的话我妈给你端个尿盆啥的。像互相搀扶，我觉得就够了。没有没有，我很好。没有。没有，我只是眼睛里面，你们也知道新疆的风尘比较大，眼睛里面进沙子了，进沙子了。对，喜欢我的话给我点个免费的关注。我来自河南，没有什么文化，就是一个直播间有没有姐姐们，我说的话可能就是男人不怎么理解，但是女人是不是特别理解？对，理解小昭的姐姐们能不能给小昭打波加油。对，因为男人不太懂，有些男人不太懂，女人的话更懂女人，对不对？懂女人，一个妈带俩小孩的心酸，又养俩老的。哎呦，我很坚强的，我怎么可能不坚强？我从16岁就出来打工了，我从16岁就出来打工了，我可坚强了，我很坚强。没有，我眼里边进风了，进沙子了。你们这个点是不是躺在床上了？姐姐哥哥们是不是已经躺在床上了？我不没有那什么，我就觉得有点累了，其实也没啥，我就觉得我有点累了，其他倒没啥，我很坚强，我的力气又很大。所以说直播间里的我村里面的人，因为我爸的原因，跟我弟我俩都不说媒。我想跟你们讲的是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我直播，村里面的婶子们，我想说，我爸不争气是他的事，我争气是我的事。就算我爸在家，对不对？我不争混的，我不好的话，你们也不行，对不对？你们又不跟我爸过一辈子，所以说他不争气是他的事儿，我争气是我的事儿。所以说不要因为他的事儿就忽略了我跟我弟的一些优点，
我俩虽然说没什么本事，没什么文化，但是我们有力，我有的是力气，有手有脚的，一定就是日子会越来越好的，对，日子会越来越好。